哎，怎么带黑屏的？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那么继续我们的绿帽子大冒险。我就坐个电梯，兄弟。十一层是魔术楼层。最后的 boss 是他们三个吗？储存罐。哎，旁边的这个是画，这有个骰子，没啥用啊。这边有一个洞，我可以偷窥吗？哦，这三个帽子在这里玩啥呢？哎，咋还撞了？哎呦，你们仨没看见我吗？走了还行。哎，金老鼠罩，哇哦。哦，这是扑克牌搭成的小塔楼，太酷了。这边的花也给它吸一吸，随便照一照就出现了一个门。不要乱跑啊，这些灵魂。哎，怎么就吸不到了呢？好，哎，走。这他妈魔术师住的卧室吗？哎呦，这不是那个人体切割术的魔术吗？哎，哇哦，哇哦，宝石，太酷了。哎，你用的床垫是啥床垫啊？给我看看呗。哎妈呀，有只蜘蛛，我的天哪。啊，是宝剑，宝剑也能吸到我吸尘器里吗？哦，也可以的。哇，这道具都挺贵的吧。这边是卫生间吧。哦，马桶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有只小鸭子。哎，好大的扑克牌。哎，上面那个灯为什么转了？ What？ 为什么会转花色？哎，这怎么有炸弹呢？柜子里面，吹吹吹，别往我这边炸。哦，吸扑克牌，都吸出来就会掉这个东西。我才发现这关的宝石都像骰子。这边哦，拽的东西啊，吸一下。哦，那个画是机关。哎，那我需要我的另一个召唤替身。走，不出所料就是钱。耶！哎，上面怎么有乌鸦？我怎么把它们弄下来？震荡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啊，我这样照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这是画布吗？直接就吸走了。啊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钱，都是钱。旁边这个画可以吸吗？哦，旁边就不可以了。这个东西怎么弄掉？很简单，这边有拉杆吗？走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哎 ，what the？ 走你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钱吸一下，然后这个，哎，别，这个需要照，这个需要照。OK。哇，紫色的大灵魂。好了，你现在变成个普通的垃圾桶了。啊哈！哎呦呦，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苹果。哎，怎么有个假牙的感觉？这边的房间是什么？哎，倒过来的。啊！我有点晕了。那个床怎么？哎，那个屋子的正方向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它床都在墙上。不对，我们的电扇居然这空间错乱了。您是真的大魔法师啊？那这怎么整？这能照的都照一下吧。喂，哦，还有机关的，这么强的吗？哎，有时间限制的。哦，侧着开这个抽屉，掉出来一点钱。哎，我说怎么没有机关呢？哎 ，OK， 这样时间够用了。OK， 这个电扇我一直吹会发生什么呢？哦，出来钱。哎，妈呀，太真实了，扣我血了。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你抓我伙伴，我抢你钱财，对吧？哎呀，又是一个大浴室，哇，这房子都太豪华了。哎呀，啊！救命 ，Quiggy！ 哎 ，Quiggy！ 哇！哦，哎，不对，我按错了，这个应该照。妈呀，这突然间出现个食人宝箱，哇，太难了。哎，这最后一个灵魂，快快过来！最后一个灵魂 ，OK。嘿嘿，你在表演魔术吗？这里有什么？哦，钥匙。这个钥匙开啥的呢？欧耶，看看马桶有没有味儿，给你通一通。哎，啥也没有。哎呦，哎哎，怎么掉下来个鱼？这食人鱼吗？嗨，你认识鲤鱼吗？哦，哎，不停的钓鱼。哎，一砸就熟，不知道为啥这鱼。哦，那有个灭火器，哇哇哇哇哇，哇、哦！哦 ，Oh my， 哦，这是到舞台了吧？见着我就跑，有种你们别跑啊！这啥呀？这全清理一遍，你们这是太脏乱了。哦，怎么舞台亮了？什么鬼？舞台为什么亮了？这有个自动提款机吗？哦，太帅！哎，全都糖果吗？这是，哦，它没有用了。你没有，那我就砸了啊！你们不在，那我就砸了。哎呦妈呀！电压箱嘛，走，哎，走。哦，旁边会，你们收藏这么多的，哎，还有个宝石。宝石有什么用？我们要钱。哎，这么快就关上了？那我懂了，召唤替身。哎。好，哎，好，宝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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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这么快就三个宝石了，这怎么过去啊？你不会用手搬一下吗 ，Luigi？ 哦，要这样，我太笨了。这个画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好多爆米花呀！那我可以上舞台上面吗？哎，我可以上舞台上面，来 ，Luigi， 你下去看我表演。来，对，站好了，看我表演啊！给你来个，哎，耶、yeah, ，哎。哇！嗨！哇，一下抓俩！哎，你怎么在舞台剧上睡着了 ，Luigi？ 哎呦，全靠替身是吧？直接吸到斩杀状态，就是80点血就可以。哇，我真是个天才！哦，哇，好多钱，双倍的快乐！快！切换！哇，好多钱！哎，这边可以偷窥。干啥呢？哎，这地方有个钥匙，为什么关在了这种非常贵重的笼子里面？这明摆着是陷阱，好吗？那去那边房间，哎，哎，哇，这属于蜘蛛舞吗？好酷！其实我哥光照一下就可以，没必要吸的。拿到钥匙就只能去这个隐藏房间了。看右上角都有标识，哎，这是那个水中逃脱的魔术吧？这边有个玩偶，小兔，哎，这个小兔怎么进不来？啊！哦哦，马桶里面放鸭子，你们是真的牛。哦，我陷下去了，路易给。哦，这地方有个金鱼，这是真的金鱼，因为它真的可以变成钱。哇！啊，我掉水里就不行了。Come on！ 哎，灵魂还会掉下去。妈耶！哎，这地方的钱没消失啊，我可以再捡捡。哦，一个都不剩。回来。哦，我现在可以拿钥匙了。小老鼠，哎，哦，蝙蝠也没用啊，是鸟吧？还是蝙蝠？不知道。哦，又是鱼，储存罐砸啊，爽！哎，上面还有储存罐，这地方好多储存罐呢。哦，这个能。砸出宝石，我照不到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哎 ，come on，what the？ 啊，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藏了什么东西？哦，是个鱼缸，小鱼，哇，砸出钱了，啊，肯定拿不到的，怕什么？快吸！哦，啊，钥匙成精了，变成小兔了。你好，哎，尾巴是钥匙。
No. 你连老鼠都抓得住还怕个兔子吗？你连老鼠都抓得住你怕个兔子吗？哎，这个为什么？哇，这样吸它不会吸出大便吗？我怎么办？哎，是应该用照妖。哎，这样。哦，酷。耶、yeah! 哇，扔了半天，路易吉拿什么都很烫手。去这边。这个床浮空了。哎，不对，中间像有。哦，这是一个镜子，障眼法。哎呦，我脸撞镜子上了。这东西可以转的。哦，转转花。这里有个大铅球。哦，把它拉起来有什么用呢？哎，出了一个宝箱。哇，这帮鬼是在耍我玩吗？给我变魔术，让我当那个观众吧。我先去这边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旁边还有宝箱啊。哎，蜡烛。哦哦，那面的镜子有个画。哎，宝石。哇哦。哎，我就差一个宝石了。马桶。哎呦，这冒泡了，你们搁多少肥皂吗？这是吸点卫生纸，家里边卫生纸紧缺了。哎，这怎么一震还震出个。哦。哇哇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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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好多活蹦乱跳的鱼啊。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。哇哇，太爽了。这边还有个箱子，我们忘拿了。这个箱子只能砸呀，不能开的。没啥东西。哦，这边可以走。地图上看那边其实也可以走的，我们一会儿再研究吧。哎呦，这应该是表演那个魔术绳。三个魔术绳给了我一堆钱。哇，看一堆假牙，我之前看到这些假牙了。哎，它为什么会动啊？这震一下就起来了。哦，哎，好多扑克牌。哎，又照出一个洗衣机。哦哦 no what。 哎，别，哇，这个地方可不能松手，松手就抓不住他了。好，到80点血，到80点血。好了，你自由了，耶、yeah! 哦！哇，这个好多鱼啊！啊哈！哎，这些鱼消失了，为什么这个门开不了呢？我是要两个木箍都要去掉吗？哦，这里有骰子，哎，哎呦，哎呦 ，no！ 哇哦！太帅了，这椅子是斜着的，倾斜术。哦，大小还是大，小还是大。哦，不用踩，他直接给钱。这不会是吃人的吧？他不是，他给了一大堆扑克牌，感谢魔法师的馈赠。哦，这是吃人的，这个玩意儿是吃人的，怎么弄他来着？哦，对。那个宝箱是需要一个替身罩，这个自己就可以解决。哎，不停吐鱼骨头和垃圾，这垃圾桶也挺惨的。我等着你吐东西呢。登上这个魔法之梯，哇哦，这直接就给个钱呢。哎，宝石，我们直接集齐了这一关，还挺简单的。噔噔了噔，哦，这边有门。妈妈里哦，念咒语，这种小杯子，我想起三仙归洞了。哦，杯球魔术。哎，这边有个箱子，看到没有？你觉得你能逃过我的眼睛吗？钱的味道 ，money， 嘿嘿，哇，好多假牙，我不要假牙，好臭。这边的话，地图显示只能去这里。OK。哇，这三个帽子就有点像三仙归洞一样。阿罗哈，哎，怎么我帽子呢？你把我帽子给整走了，快还给我，那是我的本体好吗？哦，他刚才是施了什么魔法？啊，
这是你们的化妆间吗？就这样交给我洗劫了吗？啊，不对，清理了吗？哎，上面还有一个兔兔玩偶，兔兔玩偶，吸啊啊哦，都给你们砸了，让你们耍我玩了，对吧？耶、yeah! ！哇，感谢魔法师的馈赠。他们刚才施了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魔法结界吗？博物场地。哦，没有用的，你拿个大宝剑出来比划啥呀？来，还有谁？敢不敢给我比划比划？哎呦，我都不如那种帽子使用，帽子可以，帽子和眼镜可以挡掉我的光的。走你，是向前还是？往右，哦，哎，谁撇的骰子？别玩骰子了。哦，他这个骰子是防罩的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震他，到时候或者直接砸他。哎，别砸他！哇哦，哇哦，哦，他们会扔骰子，砸！哇哦，爽！呀哦，接下来是回这里吗？哦，哇哦，这哎，这个超难的，这个细长的金轨。他们会撇东西，哎，这电风扇还在转，会打伤我，我砸电风扇，我不要这风扇了，哦，全砸他，全砸他，哎呀妈呀，你瞅瞅这给我打的，这怎么整？哦，我看到光了，哎，他们在哪儿？在右，在左上，哎，没有了吗？还有，照，哎呀，这看到了，在右，好，舒服，爽。啊，给点心呢，我先是69血，我是不是要遇到那三个 boss 了？天哪，哎，我，哦，砖头 ，hello， 哎，我吸不到你尾巴，砖头，你转过去 ，no， 拜拜，呵呵呵，哎，这样就吸到尾巴了。多吸一会儿，我能不能也给你吸到斩杀阶段？啊，不能了，砸，鱼都砸了，哇！我看到你了，哇！哎，别挡着我，直接吸走吧，再见！哇哦，超强的吸尘器，耶！哦，给颗星，太好了！妈耶，不会又一场大战了？不，哦，是紫鬼，紫鬼是最难对付的。现在烟雾看不出来的，哎，他在我这里，别动！好，先处理你，到斩杀阶段，好，耶！砸！哦，吸到俩，很酷！耶，这下全解决了！哇哦！耶，可是我已经没血了，我69血，我还没买骨头。哦！啊！哦！机鬼 ！Hi！Hi！Hello！ 哎！哎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又召出个紫鬼？哦，在这里，他在垃圾桶里面，他挺聪明啊，你躲起来了还行。哦，西瓜有心，好酷。还有吗？在这里啊，哎，旁边那个画里面就是紫鬼变出了一个兔子，用帽子。哦，满血了，耶、yeah ！是继续去上面吗？哎，这个幕布吸掉最好。哦，哦，好多紫鬼啊！哎，我一个都没吸到吗 ？No， 吸两个，舒服。还有，这里看到，耶、yeah ！哇哦，这一路上全是敌人。哦，哇，好多小鬼呀、啊！哎，魔术师好像把这个。空间全都变了，我刚才明明走的是那边，但是我进来之后地图却显示是左下角。我再去这个房间会变吗？哎，你看，我瞬间瞬移到这个房间了，就很不对劲。
哦，这个像迷宫一样的，这直接回到大厅了。哦，嗨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有用的。哎，他那盾牌不怕吗？哦，我懂了，要用那个吸盘。不过你这没有用，我砸到你了。应该是这样返回，对吧？走这扇门。哦。哎呦！给我整困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哇哦！哎，我这是来到另一个空间了吗？啊！最终 BOSS 这关怎么过？怎么？哦。可以弹掉他们的攻击，那我可以躲过他们的攻击吗？开始转了。哎，哦，哦哦，走走走，哇，出来了吧？哎，还牛不牛？牛不牛？哦，这一下就可以斩杀掉。哦，也就是说要干掉他们三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哦，那现在就剩两个了，但是会不会有三个帽子？啊，那个帽子下面是炸弹。啊，所以哇，越到后面越难猜呀。哎，哪个是炸弹？我刚才一说话，我没注意看哪个是炸弹。哎，这一下骑到那个扑克上了，完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炸弹了，所以全靠运气吧。哎，我就剩39点血，哦，不仅可以弹飞，还可以跳过去。我随便选一个吧，看看啥运气吧。哦，可以，但下次就不能再失误了。哎呦，走。哦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哇，好，如果只看他们三个在什么位置的话是很简单，但是我还需要躲攻击。妈呀，两个炸弹了，中间那个，右，左，左右中，中间那个对吧？现在中间那个是，注意中间那个。OK。 哎，怎么带黑屏的？哎，我的，哎，我忘了，是这个吧。哦，我很聪明嘛，哈哈，小把戏。哦，太险了，我以为我选错了。这关挺考验记忆力跟你那个反应能力的。Oh my god！ 他是在说这个吗？哦，爽！哦，这是幻觉对吗？太酷了！终于，还蹭蹭灰，真讲究，12层。哎，嗯。耶、yeah, ，这回电梯我要绕一大圈啊！通往电梯的是只有左边的门，我的天哪！那么今天这个路易吉洋楼就玩到这里了，今天是把魔术楼层给通了，后面我没想到会黑屏耍赖，好吧，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鲤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